经纪人助理来讨加薪喽。小马哥的经纪人，然后加薪的部分，年终红包12万。才买200多样家具，却只请一顿火锅打发。那时候马哥就出国，他说：“哦，你帮我去处理一下那个家具。”就拿了那个清单到去仓库嘛，分4天去搬那些。你不觉得很有乐趣吗？我没有叫你组装就不错了，这么一点点的小事，他跟我要红包，你不觉得有道理吗？今天晚上10点，精打跟班。